收啦！哇！玩具 TV 第六季第十集，嗯，差唔多时候啦，差唔多啦，系啦，咁啊，我听日仲要翻工，所以砰砰声，今次要介绍嘅就系 SHF 系列入边近排炙手可热，而系应该冇记错系今日啱啱日本上画，啱啱啊，已经好似冇错，啲同事已经明剧透咗啦，含。多噶啦，我摆明系会剧透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系谂住自己要睇嘅话咧，我就唔介意呢、這、一个即系降低少少收视，因为我真系会剧透的。你可以瞄咗把声咯，拉紧画面咯。好啦，咁啊，即系讲翻只蒙面超人啦。咁今次要介绍嘅就系 Shin Kamen Rider。咁啊，佢今次 SHF 呢一个 box art 又几得意喎。係，佢今次係重睇咗暗夜四部曲啊，佢好似將四樣嘢擺埋一齊，有唔同嘅顏色，咁就係一個系列咁出嘅。係啦，咁啊見到就住封面正面就有本身Shin Kamen Rider One 嘅 SHF 嘅造型啦，咁後邊就一個窗，就可以俾你 check 翻 QC 嘅。咁當然有朋友就住上網睇見到眼睛有裂紋呢啲咧，真係你唔好怪話。即係唔好嚴嚴試，我就一定嚴嘅，我就會睇得清清楚楚，冇啲咩時時降降先拎走佢。若果唔係，你真係冇仇報，你堅冇仇報。咁同一日咧都派埋呢個仙哥師奶嘅新式版本啦，夜間唔知夜夜間夜間乜鬼啊？作戰係啦，咁就都好靚嘅，因為本身紅色嘅喎，好靚，成個係紅透明紅啤出嚟再上色嘅，係咯，好靚。喺燈光之下睇出嚟咧，就好似。即係著，即係透透地咁樣，好靚嘅。因為之前我冇買過，所以咁幾多錢啊？嗰只嘢？訂嗰陣好似八百蚊到啦。哦，而家街都應該咁上下啲價錢。係啦，咁啊，其實本身成件嘢就唔多嘢嘅，因為同樣地，佢係連呢一個說明書都冇噶，都係靠翻本身呢一個 packing 入邊嗰個 design。開埋呢邊俾大家睇。系啦，冇乜有玩嘅。冇錯，都係教你點著衫啦，有啲咩要留意啦。因為佢今次係冇 extra 嘅觸覺俾你嘅，所以你玩嗰陣時千萬要小心啦。好，又擺埋喺二邊啦。咁當然啦，今次嘅賣點就係好少見嘅真托真衫喎。係，應該如果純粹講 SHF 嚟講咧，佢應該真係我諗即係首次喎。咁但係啦，因為首次緣故咧，進步嘅空間都非常之多嘅。完全同意。咁你會見到本身就住造型手咧，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隻，就同以往比唔算好多，都不過已經好夠玩噶啦。主體佢本體係非常靚仔嘅。冇錯。好靚。咁啊，拎埋件衫出嚟先啦。好，這個又要放在後面先。這件衣服的 cutting 呢，見啲朋友仔玩呢，其實放在其他的 figure 度呢，是絕對 fit 過放在他身上的。因為我有一陣有比較多的東西可以在這裡分享的。如果你想找一些合適的衣服呢，你可以嘗試找一下 Figma。不是，我你這個我就，既然你說了，我不爭在說了。其實本身認真的，我哋介紹一件衫先，因為你穿上去真係好乸肉酸。擺埋二角，轉頭講嗱，今次其實佢嘅原價係400多蚊嘅啫。你問我係咪真係500蚊甚至600多蚊去買呢盒嘢？唔好介意，我真係覺得唔值嘅。唔值嘅原因唔係因為只嘢個質素有問題，其實只嘢質素好高。高，但係你。跟呢一件咁嘅衫，其實同冇跟係冇分別，我係唔會用嘅。係呢個可以俾其他嘢玩啦。係啦，嗱，當然啦，點都好，俾大家睇翻本身佢 cutting 先。佢嘅我唔話唔係，坦白講又唔係唯一無視處嘅。佢本身其實就住呢一啲位置全部都有鐵線嘅。係，所以你玩嗰陣時咧，嗱呢個邊位呢一個 L 位，全部都有鐵線嘅。呢個係真係要讚嘅。咁領就冇啦。咁啊，本身有條。哇！已經飛咗出嚟嘅帶啦，攝翻入去先。嗱，啲紐咧係真紐嚟嘅，但係咧內衣1:12咧，佢係異常巨大嘅。呢、這個真係搞唔掂。嗱，讚完啦，咁啊睇翻本身件衫啦。
如果不是摆在蒙面超人或者你没有见过蒙面超人穿那件衣服你是 no comment 的。But, sorry, 我有看。所以变了你一看上去你这些楼呢你其实真的做回小它不用真的钉上去的真的。你又浪人工个效果又差。这些是一比六就啱。是啦你一比十二你真的用回又不要叫滴膠即是用回一些东西黐回上去细粒一点呢你在造型和外观上已经是很好的了。同埋另外一个致命伤就是它本身这个绢这些皮呢是一比十二来讲是很厚的。的你整件事是搞不定真的搞不定。所以我想吐槽的就是你真的想符合蒙面即是新 Command Rider 的造型的话呢我强烈 建议你第一找回这个 Sub Studio 出的邓不列多、哦、那件衣服是很高质的、哦、一来是大褛二来是够薄不过它是灰色如果你是可以将它染做黑色咁多利多同埋男主角都似有係啊，一件真係咁嘅 size 嘅大褸嘅、哦，薄好多，同埋個出品真係靚，高質好多嘅、嗯、件褸係，即係其實本身個 figure 都唔錯嘅，係、okay, 純粹真係話套嘢未必受歡迎，所以變咗呢個 figure 唔係話咁 popular 啫。咁、嗯、但係個 figure 本身高質素，同埋件衫係好高質素嘅。呢、這個 choice one，choice two 你揾唔到鄧不列多賣嘅，你揾唔到 Sub Studio 嘅，你不如買 The Boys 啊。冇錯，呢一個 Boucher 呢件嘢易揾好多。咁當然你問我講件，淨係講件衫嘅質素咧 ，Sub Studio 係出得最好嘅、嗯。第二就係 The Boys 呢個 The Boucher 呢件嘢，撲街啦佢。好，真係講翻只嘢啦。我哋或者都固定俾大家望一望翻呢個 Shin Command Rider 嘅造型先。嗱、嗯，劇透開始。哇本身其实如果真的话就住 SHF 它已经出得这一个Command Rider 1和 Command Rider 2的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本身有零号的除了零号之外到差不多完场那时候也都会有这个新蒙面超人一号的所以变了其实我相信很快就会即是希望不会是云限啦就会推出这一个蒙面超人零号啦同埋呢一個新一號嘅，頂佢個肺。嗰啲有咩唔難咧？真係唔知啊，答你唔到。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佢肯出嘅，我相信。因為其實我又真係再講多少少啊。喺日本嘅二號咧，其實禁極都有嘅，個貨量係足好多。咁但係今日呢一個三點鐘嘅試練咧，我就去到呢一個 PayPal 俾錢，我就撲街啦。哦，結果我就喺嗰度撲咗街，結果都係冇辦法要搞日運嘅。係，咁啊，題外話啦。咁啊，當然你話本身嚟緊仲會有啲咩配套會出，會唔會連啲怪獸，譬如話即係蜘蛛男啊、黃蜂女啊嗰啲都出埋咧？話、嗯、佢肯出，我肯買啊，大佬。黃蜂女唔該出人。喂，又要我哋要查一查我哋個話題先。係、嗯、有個叫做新人啊，中七李惠子啊，又贊助我哋喎、啊。多謝曬 ，thank you， 多謝 ，thank you。好啦，咁啊，叫轉咗一個圈啦，咁啊，真係喐下隻嘢，究竟佢？點解咁多人搶呢？其實頭先轉咗個圈咧，你會見到我最欣賞嘅地方咧，有啲連拍戲嗰陣時嘅細節位佢我睇唔到啦，當然就，但係佢做出嚟嘅，我打側俾大家睇翻，你會見到好多一啲鍋釘位用咗銀色去上色，而得非常之仔細嘅。尤其是佢嗰個頭嗰個啲都有一啲點點喎。係啊。當然啦，覆眼靚就不在話下啦，最緊要就冇裂嘅啫。咁同埋記緊啦，佢今次個頭盔嘅觸覺造型同平時嘅蒙面超人係唔同，佢係零零舍舍，唔係就咁樣一支圓形插入去嘅柱嚟嘅，係一個角位嚟嘅，所以變咗係啦，所以變咗今次係絕對唔可以喐，同埋好易斷嘅，小心。咁當然有辣有唔辣，就住呢一個主角嘅造型，佢嘅髮尾做咗出嚟，不過就非常之翹。當然你因為始終係要就翻佢條頸嘅可動嘅。另外要讚一讚嘅就係因為佢本身
心口到頸，頸到頭盔呢一節其實個長度都唔細，所以變咗雖然佢有個髮尾頂住曬，但係呢個髮尾一來就叫做可動啦，二嚟就係即係有助於本身佢分咗兩節嘅關係，所以佢擔嗰個頭咧，亦都係擔到好高嘅可以。所以變咗將來你配電單車，我覺得佢真係一定會出。嗯、配電單車嗰陣時候，昂高個頭，佢揸電單車應該絕對唔係問題。咁連後邊呢一個 Shuka 嘅標誌，亦都係非常之仔細嘅。我冇買開無齒輪嗰啲電單車，但係今次應該走唔甩。係，哇！真係靚。咁啊，另外你見佢後邊呢啲仿皮嘅上色，同埋一啲粒鍋釘位咧。都是很仔細，亦都會見到本身初初大家遠睇其實以為佢同舊嘅無面超人嘅設定差唔多，不過佢喺每一個細節位嗰度都加咗好多一啲現代化嘅設定。到頸巾啦，頸巾佢有辣有唔辣，本身佢其實紅色呢條頸巾位係可動嘅，純粹係套咗喺條頸嗰度，所以。你其實除了本身在這個有一個波裝之外呢，它是可以左右這樣動的，所以大家譬如說擺姿勢的時候呢，就可以調校一下這條頸巾才去想你的姿勢。那我普遍我自己慣了就會掛在前面的，那如果你揸電單車就拉向後咯，當然你要就回個髮尾了。好，我而家都會擺住喺後邊先，因為我要介紹埋佢個心口。同樣地，你會見到啲銀色同埋呢一個我叫墨綠色撞得好靚。心口嘅胸甲係可以轉嘅，直頭我用轉嚟形容。哇，咁犀利嘅，點解要咁做呢？因為呢樣嘢咯。哦，跟頂住隻手啊！軟膠嚟嘅，所以變咗佢喐嗰陣時候，你都唔使太擔心。喐嘅意思係你喐膊頭關節嗰陣時唔使太擔心，你會見到其實呢度已經係好清晰咁樣見到個肩膊位係有一個關節cut咗出嚟嘅。當然佢最大嘅作用係幫助你上臂位同埋肩膊位向前喐，向前喐就會頂住個胸甲。不過我相信佢呢個位預咗你將來揸電單車。咁你就夠用啦，已經唔敢講佢係可以有好大幫助，因為始終個胸肌真係唔細。咁但係你有咗呢一個關節，就變咗喺向前喐嗰陣時候就有好大嘅幫助。另外一樣我唔知係優點定缺點嘅地方，就係佢嘅造型。你會見到其實佢全身唔係淨係上臂嘅，佢都有好多一啲。模仿衫嘅接吻，嗯，我见佢一号二号并排一齐睇咧，基本上好似成个衫型嗰啲雕都唔同，系啊，冇错，个甚至乎身形都，但系即系粗幼都有啲唔同，系，你会见到即系全身所有细节位咧，佢都系有一啲皮状嘅接吻，系、不规则咁样出现，系仿真度好高嘅。當然，另外我話個缺點就係，當你做一啲大動作嗰陣時候，你會見到呢一個手臂內側，始終佢係以站立嗰個姿態去做倒模，所以變咗喐嗰陣時候有少少唔自然，因為呢度係凹咗入去。嗯，都正常啦，如果唔係蟹手。係，反而手教位佢個處理就非常之好啦。你會見到同頭先呢一個 V3 特別係膝頭哥去比咧，佢呢個手踭喐就喐得非常之靚啦。靚，你會見到佢啲接紋啦，佢入邊呢一個遮丑位嘅著色啦，都係跟到好足嘅。咁所以立下眼望埋佢，其實佢呢一個角度咧，唔算係好突兀，同埋好坦白講，其實已經叫做得幾好噶啦，處理得，包括埋佢墨綠色嘅前臂。上臂玩完，不過當然大家要留意翻嘅就係佢因為始終佢要就翻呢一個三紋，所以變咗佢喺呢一個上臂位唔可以好似其他 SHF 咁樣做一個橫切。佢要喐嘅話，左右就要靠翻肩關節啦，
同埋呢一個，我唔可以叫多咗，而係注重喺呢一個手踭位嘅橫切去喐啦。有呢個都幫係幫到係幫到手嘅，確實係好舒服噶啦。係啦，好啦，腰哦，舉翻高少少隻手先。腰力，如果用 SHF 的程度来讲，它是这么多只之中最好、嗯、你会看到它向后咬的那个位置呢是比平时一般的 SHF 重要多，咬埋个头呢， 哇真的可以揸电单车飞天又得，伸直直的。当然前面始终你咬到咁夸张的话，就一定露馅噶啦。但系呢个我真的不介意的，但系起码个肚脐位咧都好靓，完全冇破绽。所以我拉翻低少少。我如果用埋呢一个即系美学嘅角度嚟讲，呢、這个就极限咯，好够啦，向后。條拉鏈都好清晰啊！向前啦，喂，仲得喎，未完喎，原來件事，哇！哇！執錢啊，執番簡啊！佢條腰嘅前後擺幅咧，真係比一般嘅 SHF 強好多。咁當然啦，強到咁啊，就一定會穿崩嘅。咁我又睇下佢個極限，其實包埋遮丑位係幾多啦。OK 啊，佢呢个向前乌呢个感觉咧，好有以前超和味啊！嗯，即系嗰种准备对战嘅感觉系嘛？乌一乌低身，好似有啲咸蛋嗰啲咧。好啦，咁啊，重点亦都系我觉得成个蒙面超人非常处理得好嘅地方，腰带，红色、白色、银色、上色，全部都好靓，好细致。冇錯，極細緻。側面基本上是真係冇乜瑕疵，所以大家唔使 PM 我呢一隻，我唔會放。我上嚟啦！恭喜曬！好啦，可動方面啦。其實剛才在正面呢，大家都看到本身它那個三角褲位的造型就不需要擔心的了，一定不會有什麼障礙的，美觀就不敢說，但是實用就非常實際的，你會看到它就不停地踢一踢都是過了90度少少啦，91、92度啦。哇，補得好靚喎，跟剛才 Reefy 比呢，明顯地是優勝過真骨雕的，好舒服啊！拉出嚟嗰個膝關節。嗱，當然前面始終會有啲穿崩，不過佢喺呢一個膝頭哥位做翻嗰個衫嘅接紋，其實件事已經爭好遠。嗯、我都唔明點解你一個真骨雕嘅膝頭哥同一個正常 SHF 嘅膝頭哥去比，竟然要比下去嘅，呢、這個就真係有點易拿過。腳腕高踭鞋。腳腕就不敢說它的可動性很高，不過都夠用的了。對，它的踭那麼高的，是不是一向都是這樣的？是啊，以前不是，現在是。一號不是這樣的。不是，它這個擺明是美型來的，真的。它會不會是因為跟二號踭太遠的高度，所以要。二號都高踭鞋來的。哦、好了，那鞋頭也都是反而很鬼勁，鞋頭可以接近這個，不是接近，直頭真的是90度的。這個雖然是 SHF， 但是規格都接近真骨，真骨就像了，應該這樣說，它有部分比真骨處理得更好、哦、這個也是事實。那你看到這一隻，其實你有沒有期待它重新出多一次 The First？ 我其實等了很久，因為我很坦白說，如果純粹說由超和 到令和的蒙面超人設定呢，最靚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可以跟 The First 和 The Next 去比，真的，你出淵源這條友是神來的，無論設計即是機械設計，即是高達也好，蒙面超人都好，兩個都是頂端中的頂端。
好，咁系咁以摆少少姿势先啦。喂，阵间点都留翻少少时间着埋件衫、啊。会，一定会呢啲咁肉酸嘅嘢，我点都要俾大家睇一睇。我谂好多人都想睇下着件衫系点啊！即系赞还赞，佢唔系无敌噶嘛，我都真系要有啲嘢系要俾啲观众睇下先嘅。又再吐槽多少少咯，本身其實即係模型 Bandai 嘅模型部咧，亦都會嚟緊都會出呢、這、一個Shin Command Rider One。咁但係喺嗰個外形上面咧，好坦白講 ，SHF 今次係完全徹底打倒咗個模型，個模型真係爭，即係有比較之下真係爭好遠。好似頓，好似好頓。好機械人。係啊，好頓啊，我覺得。哇！fuck it！ 哇，逼到你影咗你个头咩？好似一样。我拆咗条腰带出嚟摆咯。希望嚟紧仲会有货翻啦，因为都系嗰句高质素嘅玩具，受欢迎嘅角色，其实真系应该多啲人玩，系更加开心嘅。就真系唔好即系厂商挤牙膏咁样出货。另外亦都希望喺價格方面，即係會有機會下調翻，等大家中意無面超人或者中意真無面超人嘅朋友，都可以用一個正常價400多元或者我叫500元留下入手，咁就大家都開心咯。好啦，咁啊真係著衫嘅話咧，第一件事就掹一對手出嚟就會方便啲，跟住咧就。做一個向後咬手的動作，就再套翻件衫上去，跟真人著衫基本上都是冇乜大分別的。好啦，套好了，對翻好嗰個膊頭位，喐翻靚仔少少。再裝翻隻手，嗱當然啦，大家其實就咁著衫嗰陣時候要留意嘅嘢有兩樣啦。第一就係本身佢個袖都盡可能捋翻高佢少少，咁變咗喺擺姿勢嗰陣時咧就好啲嘅。咁我而家都叫做係咁以唔擺啲乜嘢特別姿勢，就咁樣企喺度俾大家睇一睇，你就知道點解我同阿。的開頭講嗰陣時講得咁興奮啦，其實你已經美型咗啦。係咯，其實我係咪要求低咧？我又覺得幾靚喎，仲嗰件衫都唔太差喎。你用同一標準擺喺你身上，你著呢件咁樣嘅褸係呢個 cutting， oversize 少少咯。都幾有型啊！其實都還好嘅呢一下。係啊，幾型喎！成啊！我會盡量執好佢添。好。慢下樣。喺一個唔算好大動作嘅情況之下，我執一執咗啲。三袖位喺嗱，我都係嗰句，我唔俾評論住啦。我等轉一個圈咗先至，即係大家可以喺下邊打你哋嘅意見嘅。覺得點呢？到我啦，我可能俾 Hot Toys 寵壞咗啦，或者其實真係我有玩開 Sub Studio 嗰啲1:12嘅著衫 figure 啦，著真衫嘅 figure 啦。有個幾重要嘅情況係你要著一件衫著得好睇咧，你嗰個膊頭位係要真係跟翻嗰個膊頭位嘅 cutting， 佢呢件嘢係做唔到嘅。所以點解啲人平時著上身會覺得衣不稱身咧，就係咁解。而我現在擺這個姿勢已經是將那個衫袖盡量拉高，令到你在視覺上看下去件衫沒有那麼大，
同埋下面我盡量叉翻開少少，令到佢睇上去件衫冇咁臃腫，其實都已經好臃腫噶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其實都冇第二樣噶啦。其實睇背脊咯，背脊你見到後面打橫呢個位置，其實佢係縮縮咗入去。嗯。咁就做翻嗰個動作先。你做唔到喎，你盡力喎。哦，唔係呢個。趁呢個時間，我補充少少啊，因為講到衫咧，我少少研究啊。啲衫咧，其實咧係我諗都係成本問題啦，個紙樣係做大咗啦，車工又快咗啦。繼續啊！膊頭線嗰度其實應該有個膊頭夾線位噶嘛，咁我覺得係好似。斜膊咁飛曬啊！係劇透時間，本身其實始終佢哋一個蝗蟲嘅改造人，大家見到嗰個咁最熟口熟面嘅 pose 咧，就係佢隻手已經開始蝗蟲化，亦都開始腐爛，咁所以變咗就對於佢嘅戰鬥能力有幾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又出咗咁精彩嘅姿勢，隻手就慢慢咁樣，唔知佢係變咗蝗蟲鼻啊，定係呢一個？這個改造液有問題啊，還是隻手就爛了，所以就好像負傷一樣離開的。這件避彈衣的造型都是等出1比6再談。好啊，有沒有朋友有問題呢？有些人問可不可以反領，好像那個戲那樣反領好不好看？其實我反了的了，不好看喎。不好看的原因是什麼呢？佢啲頭髮向後斜噶嘛，佢咪頂住咗咯。所以我強烈建議就係咁啦。有啲人又話咧，而家睇圖啊，二號件褸好似就做得靚啲。係啊，我都係咁話，因為佢本身冇呢啲咁嘅死人褸咧，又嘥功夫，效果又差。二號佢會有啲窩釘嘅。係啊，窩釘咪仲簡單咯，黐上去。黐上去係。跟住有啲師兄話：抌落洗衣機洗，可唔可以縮一縮水咧？應該唔得啦，呢啲布呢啲就難啲啦。我當你倒水，仲要係咧甩曬，歪曬啊！嗰啲紐都可能甩埋都。如果真係想試下縮水，拎佢浸佢得啦。同埋嗰啲通常縮水係嗰啲棉啊，有彈力嗰啲先至有機會縮嘅。你試下上去縮水咧，浸啲暖水，浸佢齋浸，跟住再擺翻出嚟曬風乾佢，應該會縮少少嘅，但係唔會做到你嗰個效果，因為就會再衰啲。嗱，呢個大褸最好玩咧，就係配 Billy 玩啦。Billy 見到就配翻俾佢玩啦。係啦。我叫一個最好少少嘅 pose 埋齋啦。有天閃，有天閃喎。係啊，呢個係優點嚟嘅，絕對係優點嚟嘅。咦？我有計啦。其實佢呢件如果冇睇錯咧，應該係一件咧啊好出名嘅牌子嘅 track 嚟嘅啊，係啦係啦，係啲乾衫褸啊，叫係啦，係佢係嗰個款嚟㗎啦。哎，跟住有人問啦，你覺得呢件衫會唔會適宜落去個公仔度咧？應該就唔會啩？會啊，會都會啊，會。因為其實個公仔上面一定有 PVC 啲油一定會甩嘅，係，所以你會張實。其實本身佢入邊嗰個texture 咧都已經係鉛嚟噶啦，好啲，其實會好啲嘅。咁不過咧個重點就唔係話佢件衫會唔會甩色甩落去，而係件衫真係好肉酸啊！衣不正身，你咁肉酸，梗係諗都唔使諗除啦，大佬。咁坊間應該有啲師兄會做呢啲衫嚟保完咯，係。咪多句，如果即係大家有辦法掩飾嘅，而又買到呢一個鄧不列多嘅，買鄧不列多啦！佢嗰件衫真係出得好啊，堅好啊！好咁啊，今晚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又要翻工，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咁啊 ，Walker 玩得開心啲，記住帶手信。嗯，有500多萬人喎。咁犀利！咦，咁啊，幾多點啊？而家19啦，差唔多。剩翻都係吹水時間，咁啊，係咯，吹到執好曬嘢先咯，係咯。好，我哋繼續吹。睇下先，有啲咩？其實我諗住有啲嘢可以分享一下。啊，除咗多句啦，既然都係唔爭在，即係先 coming light 啊，好似好話遲一個月香港有得上喎，係咪咧？聽講話上 IMAX 添。哦，唔係 IMAX， 佢不嬲都有，不過日本啫，但係
香港我真係印象中係都有嘅。德哥會唔會入 Medicom 嗰只 RAH？ 訂咗啦，訂咗啦。啊，聽講有一間香港廠商，唉，都唔理啦，訂咗就算啦，唉。總之都係嗰句，中意新 Commander 嘅，期待下新一號。新一號我都幾中意嘅。咁同埋零號，零號嘅設定就真係同呢一個一二號有幾大出入，變咗即係喺呢個新鮮感嚟講咧，絕對俾到大家嘅。同埋邪氣嘅烏拉打又始終都有啲味道啊，係咪啊？我都覺得係嘅，係始終奸角係有啲係，同埋你又估唔到即係六勝六穿嘅會係 final boss 咯，嗰下先正啊嘛，大佬六穿一狼啊！T R 六 option set， 你哋一定有入啦。唔係話一定有入噶，大佬你都係嗰句，你又係轉瞬間 show out。我好彩，即係叫做托阿導演洪福撳到，又係兩嘢冇曬，一係就食炒咯。但係呢個都係序章嚟嘅啫。你真係講得啱啊！係啊，係啊，真係序章嚟嘅啫。應該是不是那些以前 BX 的東西？是，即是舊的東西。是。那兩個是不是做過？跟著有人問了，那兩隻沒有拉繩的 Black Sun 12寸怎麼看啊？我個人就建議是留待真的出了貨。我都覺得。你問我，我就真的不鼓吹買這些沒有拉繩的東西。是，但是怎樣好，你問我，我是有買的，我是堅有買，但我又不會說將自己放在什麼道德高地這些老老的，但是就真的有正版的就買正版咯。還有我覺得始終呢，它是一個新廠的嘛，那我覺得它是華華新廠而已，玩下手很大機會一向都是可能幫那些大廠，即是 OEM 的，我覺得有機會的。既然都問到，我也都很坦白地答啦，你我建議真係等實物出咗，先至去俾，即係先下定論，都未遲。如果就咁樣睇佢哋嘅宣傳片咧，每間廠都有佢嘅優點同缺點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始終係一個試版咧，到其時出咗大貨，個質素會唔會再好啲？又或者根本俾個試版呃咗咧，我唔知嘅。所以都係嗰句，等下咯。咁但係似乎望落去就各有各好嘅，貴嗰個你仲要包埋呢一個旗，包埋把一比一嘅劍，哇大佬！其實都唔算包啊！你會唔會絕啲啊？真係你俾咗八嚿幾水，兩差幾嘢，你包把一比一嘅劍喎、啊，嗰把嘢八嚿幾水㗎，一比一嘅劍唔好計，你仲有旗喎、啊，你嗰你嗰把旗先頂癮啊嘛，大佬！哦，嗰架 Ace Toys 嗰架阿基拉電單車，紅色電單車，唔會播啦，因為冇拉繩嘅。嗯，我哋就唔會播啦。咁啊，大家中意嘅就自己中意買嚟玩下啦。係，有冇嘢問？就唔會播啦。咁啊，暫時就好似冇啦，都差唔多。冇就今晚玩咁多先啦。係啦，好啦，下個禮拜見啦。真你，拜拜。好，下次。嗯。你仲係錄緊音喎，應該你睇下點樣識佢哋。繼續咯。